我爹同意了。嗯。那，你到底是同我爹讲了什么，他才同意的？干什么呀，神神秘秘的？你到底同我爹讲了什么？你不需要知道。还不说，神神秘秘的，快说！所以，你到底同我爹讲了什么？我说了，我要带你去我的老家碧海苍灵补办婚宴，那里风光宜人，方便你好好调理身子，顺道再多生几只小狐狸。你又骗人！我没有骗你。玩累了吧？嗯，玩累了就睡会儿，乖乖睡。